原标题：欧洲最聪明强国，两次世界大战都立于不败之地。国家现在富得流油。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也就是时刻把握大势，能够跟随大势，依靠大势，维护自身利益的人，才是当世豪杰，才是最聪明的。作为国家更是如此。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或者弱小，但是如果能够紧跟世界潮流，时刻抓住世界发展方向，把握战争胜败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，立于不败之地，那么才是最聪明的国家。最典型下面这个国家堪称欧洲最聪明的强国，两次世界大战都立于不败之地，国家发展迅速，现代富的流油非常发达。这个国家就是意大利。意大利是欧洲强国，但是属于欧洲第二梯队的强国，地位很尴尬。一般来说，其跻身欧洲五大国之列，在英法德俄之后。而近代欧洲乃至世界的大事，基本上是英法德俄决定，意大利处于很弱势的地位。但是从表现来看，意大利不失为欧洲最聪明的强国。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何意大利聪明，其他强国笨。英法德俄因为实力强悍，近代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角，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拿着国力再拼再杀，最终强大的德国丧权失地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败国，国土损失一半，连祖宗之地东普鲁士都丢了，到现在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，国防都要交给美国，所以德国谈不上聪明。而英法也是如此，英法虽然是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，但是那也是惨胜，是牺牲了国家核心价值后的惨胜。战前英法那是纵横世界的两大强国，基本扮演的是世界领导者，而两次世界大战后空有一个战胜国的名头。但是土地沦丧，国力枯竭，殖民地全部失去，现在混成世界二流国家也谈不上聪明。从俄罗斯来看更是如此，本身国家不富裕，但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血拼，最硬最血腥的战争都在俄罗斯，导致俄罗斯损失惨重，虽然也是战胜国，但毫无意义。现在的俄罗斯虽然还是世界大国，但也是苦苦支撑，更是谈不上聪明了。而对比之下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。首先意大利作为欧洲第五也是新兴的强国，一直也有打破传统强国封锁的愿望，因此两次世界大战都站在了德国一起，准备在德国的帮助下火中取栗，一旦德国战胜，那么自己立刻跻身世界一流。可以说这是意大利唯一的机会，一旦赌赢了，国家就强大了。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战败，而意大利聪明就聪明在看到德国战败这破船要沉的时候，果断的抛弃，识时务为俊杰，在两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刻改弦更张，直接投诚，最后不但没有算作战败国，还立于不败之地，成为战胜国，继续赚取利益，这才真正体现聪明之处。如果不是意大利的神操作，想想战败后的痛苦，意大利肯定比德国更惨。割让土地、大额赔款等那是避免不了，也许直接就被欧洲给肢解了。但是意大利既冒了险，在还没有很大损失的时候，即使止损，还成为利益获得者，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其聪明了。所以，欧洲最聪明的国家，非属意大利莫属。这个国家就是把握世界大势的典型，两次世界大战下来，其在欧洲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还更加加强，近代的积累也没有遭到很大破坏，比英法德俄等一片废墟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给意大利发展
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国际基础，使得其能够快速跻身世界强国。而且现在的意大利又开始看到东方的未来崛起，开始搭上我国发展的快车，何其聪明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意大利二战后快速成为高度发达国家，拥有先进的工业、农业、军事，还成为世界军火出口大国，每年光是军火出口多达几百亿美元，其现在人均 GDP 超过3.5万美元，国家富得流油。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，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，不出门看天下事。参考文献《意大利简史》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